太阳，你要坚持住，我现在就给你传送能量。谢谢你小五，我可能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可是有很多小朋友都等着看你呢。是啊，我们一定可以治好你的，我也来给你传送一些能量。大家快看，太阳出现了。可是太阳怎么只有一点颜色？是啊，也不知道小五和五六七有没有找到太阳。五六七，我的能量不够了，你还有能量吗？我的能量也不够了。你们不要管我了，你们快走吧。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肯定会帮你恢复颜色的。可你们现在也没有能量了。虽然我们没有，但是小伙伴们还有能量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能把你们的爱心能量借给我们一点，帮助太阳恢复颜色吗？如果愿意就点击右边的爱心和加号按钮，我们就能收到了。太好了，小伙伴们的能量来了。谢谢小伙伴们。我也再试一次。不好，能量又用光了。我现在已经有能量，你们不用再为我担心了。你的能量还没有全部回来，我们要让你的颜色都回来才行。可现在我们又没有能量了，怎么办啊？我们可以去童话王国找一找能量，一定能找到的。小五五六七，你们找到太阳了吗？我们找到了，可是太阳的颜色没有了，所以你们看不到它。可是现在能看到一点了。那是因为我们用能量帮太阳找回了一点颜色。可恶，是谁把太阳的颜色弄没的？太阳，你一直是这个颜色，你不觉得单调吗？我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大家也喜欢我这样的颜色。我来帮你擦掉点吧。不要啊，我讨厌彩色，我要让所有的彩色都消失。还有，我警告多管闲事的人，不要发送111告诉小五是我干的，也不要发送我最害怕的狗头。这个比比东太可恶了，我要给他发100个狗头惩罚他。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太阳？帮助太阳恢复颜色需要很多能量，可是我没有能量帮不了太阳。三哥，你那有能量吗？我这里有武魂能量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可以的，什么能量都行，只要是能量都可以，只是这些能量太少了。对了，我有办法呀，快跟我来。收能量了，各种能量都可以。什么能量都可以吗？对，我有巫师能量，给你吧。我有美丽能量，给你吧。我的白虎武魂能量也给你，还有我的光之能量也给你。好了，小五，这些能量给你，你赶快去帮太阳恢复颜色吧。太阳，我带着能量回来了，看我的。太谢谢你了，小五，我的颜色都回来了。太好了，大家又可以看到你了。可是比比东说看到我的颜色太单调了，大家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不可能的，你的颜色多美呀，你要自信起来。真的吗？大家都会喜欢我的颜色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屏幕前的小朋友们，你们说你们是不是也喜欢太阳的颜色呢？点击头像旁的红色关注按钮，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发送111告诉我，如果你不喜欢就发送222告诉我吧。